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淡海轻轨是全台第一条艺术轻轨，因此新北捷运公司也特别设计两款通车纪念套票。捷运局表示呢，其中限量2000套的闭上眼睛一下下的套组已经在日前通车典礼上开卖了。至于淡海轻轨遇上吉迷纪念套票，同样也是限量2000套，开卖的日期将定在明年1月5号，也就是轻轨红树林站开始贩售，欢迎有兴趣收藏的民众千万别错过。淡海轻轨是新北市自建的第一条轻轨，绿山线是全线11座候车站委托艺术家吉米量身定做的公共艺术轻轨路线，而每一站月台上面都有设有吉米创作的立体特色雕塑，是全台湾第一条艺术轻轨。因此新北捷运公司也特别设计了闭上眼睛一下下以及淡海轻轨遇上了吉米两款通车纪念套票。我们新北捷运公司这边为了庆祝我们新北市的第一条轻轨淡海轻轨的通车，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通车纪念套票。那这个套票呢，有包含我们吉米老师他所绘制的闭上眼睛一下下淡海轻轨公共艺术的绘本，这个是淡海轻轨的限定版本，这个封面是在外面买不到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通车纪念套票，这一个卡面也是庆祝我们淡海轻轨通车的通车限定款。捷运局表示，其中限量2000套的闭上眼睛一下下套组已经在日前通车典礼上面开卖，内容包括了淡海轻轨限定版本的吉米绘本，还有通车限定悠游卡以及特制的卡套，单套售价999元，售完为止。那这一个特别的淡海轻轨外形外观的这一个票卡套呢，也是邀请我们台湾新锐的平面设计师田修全田老师这边来设计的。那我们整个套组一套999元，那我们现在目前通车期间会在我们的轻轨红树林车站这边做贩售。捷运局表示，另外还有淡海轻轨遇上吉米纪念套票，同样限量2000套，定于明年1月5号于轻轨红树林站开始贩售。内容包括了完整收藏绿山线11个车站的公共艺术元素磁铁套组、通车限定悠游卡以及特制的卡套，两款套票皆极具纪念价值，也为淡海轻轨创造出许多周边商机。记者许端一的徐采访报道。